10月31日，胡佩岑罕见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家四口合体同框的最新近照，并配文表示爸爸妈妈扮恐龙的日常，乐在其中，感谢孩子们的陪伴。胡佩岑笑容满面，很是幸福。在万圣节来临之际，胡佩岑分享一家四口的温馨照片，也引来不少网友大呼好羡慕。胡佩岑和丈夫还有两个小儿子都身穿白色服装出镜，女神嘟嘴瞪眼朝儿子伸出魔爪，看起来毫无女神包袱，很接地气。对比来看，旁边的老公则满脸笑容，动作拘谨。评论区同是宝妈的好友陶喆老婆江佩蓉也表示两个儿子都长高了不少。胡佩岑也回应相邀他带着儿子一起来相聚。据悉，胡佩岑和黄渤俊结婚9年，育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一直很幸福甜蜜。